出发，全程1364公里，大约需要15小时16分，即将左转往南京，去次林方向。沿G40沪陕高速一路向西，即将靠左行驶，往G40方向。百家师范附属扬州狮子头，虾仁炖蛋。本路段预估通行费91元，最终以实际收费为准。方向右前方行驶，往G36 G40方向。现在已经到了南京，要转向宁洛高速，前面进安徽了。200米处有限速120拍照，当前车速119。前方800米到达宁洛高速公路曹庄收费站。现在从宁洛高速转向滁新高速，滁州的狼牙山因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而名扬天下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下午2点钟了，到了阜阳的颍上服务区，这里是滁新高速，已经开了452公里了，到目的地还有917公里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是申通，现在是中通，再来一个新生力量极兔。前面就进入河南省了。县界，向右前方进入匝道。
亲爱的顾客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的光临。疫情期间，请大家注意安全，让顾客进入超市，为顾客安全安全一步。从家里出来开了892公里了，河南这边95号7.04，油箱加满加了412块，加好油继续赶路。这家饭店安排了这种矮的座椅，就是让客人有家的感觉。然后烧了啥？那就三小碗那个烩面。哦，三小碗。来来。再来份凉菜是吧？行行。辣椒、油木和醋嘛，肯定怎么能少得了呢？这个辣椒油一放，顿时的色香味俱全。开搓。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。